亲爱的幼保科孩子们，相信你们在达人幼保科的三年，一定收到了三个礼物。希望你们带着这三个礼物，勇敢地向前飞。第一个礼物叫专业，第二个礼物是爱与温暖，第三个礼物是快乐。你们收到了吗？各位三年级的同学，毕业快乐，鹏程万里，一帆风顺。教育部在推动少子女化的计划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念幼保科的同学毕业是一大利多，有准公共化的政策，还有非盈利幼儿园。同学毕业之后呢，起薪就是29000，而且每年都会调薪哦。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托育的政策，我们当保姆也有28000起跳哦。所以同学放心好了，因为少子女化呢，你们呢的未来的路就是更宽广。所以呢，放心做自己，加油，放心去飞。